目前正在盛传陛下您在宫外跟低贱的巫女暗通款曲的那种传闻，万一这件事传到大妃娘娘耳里，可想而知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可妃离宫后不久，爱慕的从事官大人也销声匿迹了，你也有可能是那位的女儿。陛下，现在还是不要见玉女比较好。我到底是什么人？现在玉女也该知道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《绿中花》。